刚才在介绍采访方面，我们还有一个总记录是廖再放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也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谢谢。 第一场竞赛的是传统男狮桥头青，来自赏玉民众联络所龙狮团。
参与竞赛传统篮球，来自省立民众联络的龙狮团，竞赛的是乔同清。